岛的名称是什么？是百合的，还是啊？这样百合比较不好听啊。芦荟家政班跳的舞蹈是哪一首？来哈，还没，一二三。好，亮亮头先亮着。谁不要讲？好，答对了。好，来，再。客家人的守护神是哪一位？好，来，一二，还没，一二三，把红衣服那一个，丢丢丢，2011年哈、啊，开始行政院啊客家委员会改称为什么名称？我先知道啊，就比较难哦。一二三，有伙伴长，有不搞了。什么题目？对。来，101年开始啊，行政院客家委员会改称为什么名称？不对。来，五个字而已啦，就在我们这边也有了。好，是五个字。来，一二三，好，那个。哎，答对。剩下一个奖。好，剩一个奖啊，随便最简单的啦。请问本活动的主题在哪里？好，来。是什么？在哪里？一二三，好，那个。报小孩的。报小孩的。麦克风给他讲啊！乐于参与哦。啊，对了，哎，好好好 ，OK， 好，对对对，好，好来，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没有了哈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一段了，好，下礼拜见哦，好，祝大家啊健康，好是万事如意，好心想事成，非常感谢，好，谢谢。